然后研究一下怎么过。那可能我们可以考虑请佐久一起来双人过关，或者是人家说有没有去买那个 Abu， 你有办法直接吃白猫？他因为他这整个关卡都没有道具，可是他你用那个作弊之力、氪金之力，那是有白猫可以拿，那至少就不会怕像刚刚那种火就完全不怕了。对，这再研究看看。我觉得玩到这里，感觉就只差临门一脚了。我们今天原本进来这里650条命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没有花很多条命嘛，100条都还不到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不错了。冠军之路，给我走这桥，至少好不好？我们来到这个最后的世界，冠军之路拿了两颗星星，而另外的奇诺比奥啊，已经全部通关5个，奇诺比奥还可以。然后这个神秘屋有没有有一点小难度，但我们也是全面突破了啊，不错了。我们接下来下一次就之后再继续努力。有人说刚刚最后进去就赢了，星星在后面，所以我刚刚其实过了就赢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天，冠军之路，你给我走这桥。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。有人说真的吗？因为等一下要录影啦，要是很快，最后，那我最后再一次，好不好？你们都讲到这样子了，你们晚一点要录影，我们可能只能再一次。如果过了就过了，那我是蛮心动的。假的啊？哎、欸，那我觉得我很棒哎、欸。那我们这优比的猫猫真的还是要有。哇，你们给我信心。加班。优比要过了之后，然后就还有好多。然后星星在前面，我刚刚没注意到星星。跟你讲，如果我过了，我没吃到那星星，我绝对不会带回去吃。我刚刚没注意到啊，因为那边。整个都一气呵成，我只能再一次哦。坦白说，前面那里能够过，我觉得也很猛了，因为那个加速的地方其实也不是我拿手的部分，所以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试试看吧。真的只能再一次。欸，这次如果前面卡太久就真的没办法了。但是以刚刚这样子玩，其实我觉得因为难的地方其实在于前面啊，就是一些熟悉度，然后我们已经利用前一小时那个部分都已经蛮熟悉的，就还 OK， 后面游泳那里就还好。星星是在钥匙前，等一下看看。他这个也太蠢了吧！我天，我还在那里爬，他就直接砸我了，没关系，第一个道具不需要。欸，你看，如果我有氪金之力，刚刚那里肯定就没问题，因为我觉得道具可以无限。快了，急了，急了，冷静冷静。感谢孙宝的超级留言。有时候数那一二一二，其实也是自己心里安心。然后就证明了，其实节奏都乱了。冷静冷静。
有点亏欸。因为亏了，我就觉得算了。前面的还是要有大啦，前面如果小的话，就太后面太吃紧，容错率就减少了。怪怪，完了，急躁了。控制呼吸，冷静下来。哦，我在干嘛？不行啊，我这个呛了。刚已经要结束之后，那个精神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怎么可能连水都倒不了呢？黄仙逸的超级留言，加油！好香！好想过关啊！啊！好、啊、好、啊啊，不急不急，不急不徐。干什么啦你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拼命！哈！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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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。哎哎哎！为什么那个跳没起来？时机点抓错，想跳回来。哦，刚刚帅帅结尾，不行，我们能帅一次，我就可以帅第二次。我也没有极乐，认真，就是莫名的 K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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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个水。道理啊！公主一次机会，
看我卡最多的呢，就是这节奏。节奏我真的就。我丧失了节奏。我们连节奏都过不去了，明明是可以突破这个天下的我。哎，这次他怎么可以撞？等一下撞这一定要重来，我们一定要大。这个撞我无解。推得很上了，原上不会撞、啊。顺过就卡那么久，对，我们慢慢来，慢过头啦，但这里还可以，刚也是在这里用了第一个道具。喂，稳一下，稳一下。OK。这个反降真的棒。爬爬。哎呦！游泳，但是那个猫没了，有点可怜呐、啊。少了一个 UB 的机会。哦，惊险惊险！细微操作。细节，有，我是没看到星星呢。加油，巧克力！跟你拼命！哦啊！哈哈哈哈，没救了！好了，我觉得我体力到极限的了，太累了，我需要休息，等一下录音。最后那边我就说了，我第一次真的是太拼了，因为那个真的也是我不太行的。没关系啊，冠军之路。我觉得说不定还是有一点小技巧可以研究一下，之后再看看怎么过，好不好？这个会拍成影片，毕竟就已经差临门一脚了，熟悉度再加油一下，下次我们一定可以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啊！
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也感谢小乔哥们对我的支持，才有办法就差这么临门一脚。没事，那一点点我们之后私下再来努力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 Super Mario 3D World， 我们的冠军世界，给我走着瞧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